有人想要当那个盖吗？有人当刚刚那个我就是比赛吗？好 ，OK。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马上进入到主题，就是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跟那个 Fresh Old 零，就是 G2K 系列，今天10点的时候已经正式开卖，然后今天基本上这个是一个促销的直播。就是希望大家，就是因为这个优惠，然后这个联名是我本身期待蛮久的，然后今天想可以为大家示范这样子。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的详情的话，可以先去加那个 Fresh O2 的 IG 这样子。好，现在就是差不多500个人，我可以直接进入到主题。哦，已经有人有下单了，然后有人说要抽笔干嘛？可能还没有，今天先抽一下我们的 G2K 系列。然后 G2K 系列呢，其实就是先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实物这样子，实体这样，这五只，对。然后现在呢，就是你可以去那个他们的那个官网，然后加入会员可以折50块，然后另外还有那个折扣码，我看一下。GEMMA 大写还是小写？大写的 GEMMA。哦、然后我现在嘴巴上插的就是这个感应系列，这个，然后它就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其实我嘴巴上的颜色就是现在的颜色，它会依照温度的变化，然后就是会淡淡的颜色，是唇膏还是口红？是唇膏也是口红吧，但这个是唇膏，然后这个是唇釉也是口红，然后只要买，现在还有很多组，就是反正我记得如果输入折扣码的话就有9折，那我们刚刚有算过，就是大概如果你一组买下来会有五支的那个唇的那个唇彩，然后会送一个这个镜子，这个哎，遭到分离了。对，全系列，反正就是我跟你们说一下，就是全系列就是2378，然后官网限时是1999，但输入折扣码还有9折，所以等于是1.17多少的样子，所以等于折扣下来一支唇膏不到300块。然后反正只要买5支会赠镜子，买2支唇彩加1支护唇膏也会有镜子，然后买4支4个颜色。水润的跟唇釉的也有镜子，那镜子就是只送不卖，对，然后只有3天哦，有人帮我算出来，总共就是1798，防脱妆吗？哦，是唇彩，这个会有个镜子，这个。好，我现在你们想要看我是什么颜色，我可以试给你们看，就是我现在因为这次的颜色就是一个叫做小熊橘，然后一个叫做小玫瑰，那我本身小熊橘是我最喜欢的颜色这样，那小玫瑰也不错啦，但是因为就是希望这个颜色有落差，所以我们就是出了2个不同的颜色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先这个小熊橘，这个反正有一个是比较水润的，然后一个是比较水润，跟一个是比较雾面的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好像是水润的，这是水润的。然后我是觉得还蛮不掉色的，你让我来试一次哦。
对，是有点这样橘色的。对，然后如果你想要重一点，就等它擦了一下之后，然后你再补一层。颜色就会更饱和。好，水润的擦两层，大概是这样。镜子不能单买，就是只能就是只会送不会卖。对，所以你一定就是要买就是这个唇膏或是护唇膏才有这个镜子。但我个人是觉得这个镜子非常的优秀啦，就是我这个镜子光跟他们调就调了蛮久的时间，而且因为我个人化妆的时候一定要有一支把手镜，所以这个是我逼他们一定要做出来，而且我们找了很久，就中间换换来换换去换了蛮久的这样。对，我觉得雾面的比较橘，然后水润的比较自然一点，所以其实大家平常都可以用。有人说想成为那支口红刷，好，那我现在试另外一个，我是小熊橘的雾面给你们看好了。好，现在就是卸掉，那卸掉大概是这样。我觉得雾面的很优秀。我跟你讲，大家都不喜欢看卖东西的直播，马上就只剩200个人。我就大家就是觉得他们喜欢看一些废片，对不对？对，越废越爱。这种卖东西就是真的有喜欢的人，所以这200个人是真的有喜欢的人。那些就是点进来的都是骗人的，因为他们其实喜欢看废片，他不喜欢看你说，哎呦，你们这个什么什么几几几，然后输入折扣码，他们不喜欢看这个，是吧？然后是雾面的，然后雾面的给画给你们看，这样雾面就比较显色一点，这样有吧？这个下面这个是雾面的，对。然后我现在擦一下雾面的给你们看。我个人是觉得，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光你看整个包装设计，我们就搞了蛮久的时间。哎，我刚刚一讲说这些人就是来看戏，就真了100个人，哇，你们真的是欠骂呀！对，然后我就是等一下雾面的，是雾面的。有人问雾面的会不会很容易干呢？不会耶。这次就是在跟他们讨论这个，就是这个唇釉的时候，就是花了蛮久的时间，因为我不喜欢黏黏的。嗯，有人问这是水光的会不会黏黏的？水光的，哎，请问一下，我们问一下旁边的路人会黏黏的吗？不会黏黏的，因为我觉得黏黏的，你知道风大吹到，然后就黏，很尴尬。所以我就是不喜欢会黏的，然后雾面就是蛮雾的，然后就是不是它就是一上它就是这样，你们近看。有人问说哪一个比较显白？显白哦，我个人是擦小熊橘比较显白，然后但是我觉得你要看你自己喜欢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可以输入啊，我刚才把这个，我帮你把这个折扣码置顶。什么置顶啊？这个好，反正大家我看到有这个置顶，就是打 GEMMA 就是可以有九折。那九折就是反正就是五支加一个镜子是1798。那1798你如果你按照一个基本的一个算术能力的话，就是1798除以6，一个东西差不多300块。对哦，他们哦，你们说会不会沾吗？我现在就是反正这是我的吸管，那我现在喝一下。还好哎，没有。通常喝第一次一定会沾，那第二次、第三次就不会了。哦，已经有人下单了。皮肤按我觉得比较适合那个小玫瑰，我等一下试一下小玫瑰给你们看。对，299，对。好，我现在试小玫瑰，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小熊橘的雾面。为什么我会想选小熊橘的原因是因为啊，还是我拿一个干的卫生纸，有吗？我给你们试干的卫生纸好了，然后我等一下就是
反正我等一下试小玫瑰给你们看。我觉得沾杯是会，但是我觉得沾杯前呢，你就先像古代人一样这样子，这样它基本上是这样。然后第二次我觉得就不会有颜色，你看第二次就淡淡的了，就是你看第三次，哎，第三次就没有了，就不会有颜色。对，所以你前面可以先压一下。哦，有人说今天试用绝对不会沾杯。不错不错，然后我现在来示范一下那个小玫瑰。我跟你讲，现在人又变少，对不对？你们这些人呢，最好是给我买哦，不要每次都说怎么样怎么样，什么什么嫌贵，这超便宜，我已经跟他们压，把钱压到已经不能再压了。你们在那边跟我说，嗯，好贵哦，好贵哦，然后又说，嗯，怎么样怎么样，不要再吵了，真的不要再吵了。我觉得很烦，就是你想买你就买，你没有办法买，就欣赏就好。不要在那边说什么好贵好贵，你有需要就买，你没有需要不勉强。对，真的有人说了一个实话，很便宜，就是这当然没有办法媲美说专柜怎么样，但是我觉得，因为这个牌子其实我跟他们认识，就是接触了很长一阵子，我才决定说要跟这个牌子联名，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东西真的很好用。因为我本身出门是一定要擦唇膏的人，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感应唇膏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用的。屈臣氏有镜子吗？没有，目前这些组合都是官网限定的。哦，有听到吗？只有官网才有镜子，而且镜子就是售完不补。我跟你讲，我等一下下去我也要自己去抢个十组，我要先留着，不然以后就没有 GMA 的镜子了。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件事情，这个唇膏可能你擦久了会有一点点染色，所以建议大家卸妆的时候用卸眼唇的多敷一下再卸掉。好，我现在要先擦就是小玫瑰，小玫瑰，我给你们看看小玫瑰的颜色。哎，怎么骂一骂人又变三百人？哇，你们真的是齁。好，小玫瑰是这样，哎，这样，这是水润的，就是比较粉红，所以它叫小玫瑰这样。水润的有看到吗？好像反光，所以我觉得小玫瑰跟我今天身上的这件衣服有一点像，然后我直接擦嘴巴。有看到吗？我觉得蛮不一样的，就是。哦，有人在帮别人讲话，说可能是出去一下官网，然后再进来。哎，你们就是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人就是真的是，你看骂一骂就有三百人，然后我还没好声好气，等下就变成说只有两百个人。对，你看这是小玫瑰，小玫瑰就比较粉红。哦，有人说更温柔了，你没有发现我什么不一样吗？我染了深头发，他们说我整个人变得很不一样，可能只是暂时的吧。哦，有人说这个比较好看啊，你们觉得这个很显气色？好，那 OK， 好，那你们，我觉得你们可以，因为 我个人喜欢橘色的唇彩，但是因为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橘色，所以我才出了小玫瑰。对，发色变了，对，更美了。想你了，我们也想你。然后我觉得可以，就是我现在可以再叠擦小玫瑰的雾面给你们看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同效果。小玫瑰，哎，但是我跟你们讲，我平常出门素颜都是擦这个，就是我素颜一定要必备 ，OK？ 必备哦。对，然后我先擦一下这个小玫瑰的，刚刚给你们看小玫瑰的雾面。就是这样，就有点像，就有点像干燥玫瑰的颜色啦，这样子，但也蛮美的，真的可以全包。你说的很对，你真的说很对，因为你真的不全包，你就是欠骂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直播等一下不会留，所以就是你们现在这些人有看到就有看到，没看到那我也没办法，因为我就是一个一贯的作风，就是不留直播。对，就是反正你们现在有跟到，就是你们很聪明，但是没有跟到那就 I don't care。
我觉得叠差蛮好看的。对啊，就是这个颜色比较女生一点。对，你们可以先就是反正分享给朋友这样。哦，这个也可以拿来当腮红。然后我发现了一个事情，就是如果你素颜的时候，因为我现在有妆，我素颜的时候，我那天发现可以拿这个感应，然后来当腮红，就是你擦隔离。其实我今天很想要找人示范，但因为我们现场人都有妆，所以就没办法。小姐姐，你是谁在看？你要不要买口红？我跟你说，那个。三五六个东西买下来，一个东西不到300块。对，因为就是因为流行光泽的，但因为我觉得雾面还是不会永远不会退流行，所以我这次雾面的我也出了这样子。然后这个东西我刚刚说了，就是素颜的时候，我就把这边当，因为其实这个感应的原理就是热，它会有颜色，然后我就可以插在我腮红的地方，然后让它会有自然的腮红。这是我的一个，我那天试的一个小小的方法。对，你们已经有人有下单的了吗？有吗？下单请加一。对，星子讲，你们喜欢直播，这是双色猫眼，这样子。下了吗？下单请加一。欸、其实蛮多人下单的，有人现在看直播下单的吗？就是被骂到说你欠骂然后下单的。哦，有一有下单请给一，有下单请给一。感应的、哦、可是好，感应，那我再把嘴巴卸掉。正在下单 OK。 我跟你说，就是这个镜子只送不卖。哦，有人下单。哦，有一下单了吗？希望等一下可以超过500组哦，因为这次这个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努力帮我推销，因为其实这个下单量有点大，就是因为这口红基本上这个量下了几一些。有人刚进来，好，我现在要试感应给你们看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刚前面已经有擦过，所以我现在可能嘴巴上有点颜色，但是我觉得感应是它，然后感应是这样，这样有吗？感应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然后转一下，然后反正就是感应，就是化妆包一定是一支感应一支有颜色的。我跟你讲，我每个包包里面都有一支感应，然后一个有颜色的唇膏。有人问有味道吗？小玫瑰味，还是玫瑰味吧？对对，因为我个人喜欢玫瑰，就淡淡的玫瑰，不是那种很假的。来，你闻闻看，你看是什么味道？有玫瑰很重吗？没有，很没有，就是小、就是、淡淡小玫瑰的，就是淡淡的香味这样。对，然后这个就是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可以到那个 Fresh O2 的 IG 去询问，然后他们也有一个他们的一个信箱。对，客服信箱。对，因为这个我觉得小玫瑰跟小熊菊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擦的唇彩，然后呢就是感应是第一个感应，比较笔画多的感应，不是感应。对，对，可以，可以到下面有一个置顶的一个那个 Fresh O2 的 IG， 它下面有一个他们的官网，然后如果你进入到官网，加入到他们的网站的话，还可以再折价50块，然后折价50块呢，因为限时3天的 GMMA 的折扣码 GEMMA 大写9折，所以这只有三天完你就要用原价去买了，那基本上原价就是1999，那这三天基本上就是1798，所以你会省下蛮多钱的。感应式护唇膏，对，感应式护唇膏在 Fresh O2， 然后要镜子的话一定要在官网，屈臣氏那些是没有的。
然后镜子呢只是只送不卖，然后我们有分全系列套组跟一加二套组跟唇釉包套组，你们可以自己选择。那如果你们觉得我只想要一支的话，你也可以买一支就好，但是我个人是觉得一支比较不划算。官网在这个上面，这个 fresh02 的这个 .com.tw 的这个 IG 的一个下面有连结，就是售完为止，懂了吗？顾名思义就是卖完就没有了啦，懂了吗？对，包套组最好。对，你讲得很对，就是包套组比较便宜，就是因为这个价钱，其实我们那时候其实我没有考虑到成本的问题，就是成本真的拉蛮低的，所以其实我们没有赚什么钱。感应睡觉前我觉得不要擦啦，就是出门再擦就好，因为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微微的小色素。可以货到付款吗？目前没有，好像没有耶。懂，反正就是对对对，你讲的没错，就是现在赶快下单就对了。反正就是限时三天，今天明天后天。想看我涂雾面的两个颜色，你说上面一个颜色下面一个颜色吗？哦，可以货到付款。对，反正就是我觉得你们也可以为了镜子买啦，就是没有一定，你们镜子买，然后你们唇膏可以送一些，比如说你可以送给女友啊，或是送给一些你喜欢的朋友。我是个人是觉得因为这个镜子的大小很棒，就是现在你看我的手是这样嘛，它不是我的手掌的大小，放包包什么都很方便。然后就是因为我超级喜欢把手镜，因为我觉得把手镜是一个最适合化妆的镜子。我真的好漂亮，可以货到付款，可以货到付款。但是海外的话只能海外只能刷卡，然后上面有 GMA 的名字，很可爱。对，就是它也很薄。对，然后 G2K 这个系列呢，其实有点像是大家知道我就叫鬼鬼嘛， G2 就是有点像以前不都写鬼鬼乘二嘛，就是鬼鬼系列，就是跟 Y2K， 就是我本身我也很喜欢 Y2K 的风格，所以就是这次就是选择了这个撞色的，就是桃红色，然后本身我也喜欢桃红，就选了一个这个绿，然后包装都是长这样。对，然后这是镜子，反正镜子就是只送不卖。然后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最后开放哦。对，今天活动不是涂这个，G1 G2 M3 M4 推荐哦。很难呢，因为我个人是喜欢小熊橘啊，因为小熊橘是我第一个定出来的颜色，所以我会推荐小熊橘。但是我发现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擦橘色的唇膏，所以我出了小玫瑰这样子。对，这是镜子的包装。什么试拍试色分享食指，我这个戒指是 APN 的，耳环也是 APN 的。对，因为我很喜欢这个 APN 的饰品，然后这其他的是这个好像是 BV 的一组的，然后这个是 APN， 这个也是 APN， 这个镜子没有袋子，就只有裸体。对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美甲，你们搞清楚好不好？我现在在做，你们不要一直这样子。好，截图。好，提醒一下，对大陆地区的粉丝，对成功下单以后，要记得把身份证件寄给 Fresh 的。好。就是大陆地区的朋友，你证件要提供给那个台湾的海关查验这样子。然后下单成功以后，记得要把你的身份证件的照片寄到 Fresh02 的客服信箱。对，没错。对，因为这样才能确保。对。
哎，不好意思，大家遇到我的穿搭，我 excuse me。可以可以，国外国是可以买的，哎呦！但是如果你们反正有什么想要知道的话，你们可以去那个 Fresh Road 的客服信箱询问，这样子他们都会给你们解答。那营业中都插哪一支？营业中都插那个小熊菊雾面的，然后是插小玫瑰的亮面的。欧洲，我还有欧洲的粉丝。有人问我说遇到低潮如何排解，就是擦那个我联名的口红让自己看起来漂漂亮亮的。唇膏刷头的硬度就是你平常买那些唇膏的那个硬度，就是没有分什么软不软硬不硬，你这个就是硬问我，它就是一个我不可能给你里面个钢刷吧，我就问对吧，我可以里面给它钢刷吗？它会流血，它就是一个嘴唇适合的一个就是嘴唇适合的一个唇刷啊，我怎么可能会给你，我们怎么可能给你钉床吧，对不对？欧洲的粉丝有可以买欧洲的粉丝，反正你就可以去那个 Fresh O2 的那个就是官网，他们客服他会回答你哪一支百搭。哇，这个人问很专业，当然是小熊菊百搭，而且知名化妆师都要给他来一支吧，你没有来一支你就不是什么化妆师。我跟你讲，刚刚就是一个化妆师在问我，我不要说是谁。那化妆师，你如果化妆师没有你就先回家吧。身份证可以打码吧，这个我不知道耶。大家问我说什么时候回内地工作，我先跟你们说不是我不回，对，我也很想要有机会可以去那边见见大家，但现在真的不是我不回的问题，希望大家可以了解。对，选择有困难就全包。我跟你讲，我最后再说一次，我30分我这直播就要关掉，因为我无话可说了。我跟你们说，反正这个呢就是全系列呢就是1999，然后前面三天只要输入 GEMMA 大写就可以九折，1798可以有得到6样商品，等于一样东西不到300块。再来就是1+2的组合，就是反正你可以有个感应，然后其他两个可以任选，这样子的价钱是1380。哎，怎么出现气球了？他说笔怎么会有气球？是笔液吗？对。哎，没有啊。哎，有啊，有气球。帮我截图，1、2、3。好，再来就是唇釉包套组，就是1699。那输入，反正前面三天只要输入 G A 码的话就折扣码九折，那就只有前三天。然后如果你们要镜子。实体店面是没有的，就是只有网络上才有贩售，听懂了吗？还可以比心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比心也有。试色，刚刚都是，我现在嘴巴上刚擦了什么？刚擦的是感应。但我在上一次小熊菊，这是小熊菊，然后我再上一次给你们看。有人听懂，很棒，你们很棒。强尼，强尼在哪？强尼，这个产品你不需要。他要这个，还要感应。啊，对，你可以要感应，哎，男生可以擦感应，因为我跟你讲哦，对，你讲的这事情很重要。其实变色唇膏不一定只有女生可以用，因为男生如果没有气色，他长得再帅也没有用，他看起来就会是像一个病人。那只要嘴巴有气色，你就看起来会是一个帅哥，这你懂吗？这你要了解。然后我现在擦的是小熊菊的亮面的，
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，下面有那个 Fresh Road to 的 IG， 你去里面按，然后它上面就会有网站，然后有网站就可以有网址，然后有网址就可以输入，有可以输入，你有卡就可以输入卡号，然后输入卡号它就可以选择货到付款，或是什么线上刷卡，然后可以送到家。那如果是外国的粉丝的话，你们就要联络 Fresh Road to 的客服信箱，然后看看你们是在哪里，然后有些要准备一些身份证的那个什么资料，但是你们都要问清楚，这样好吗？不沾杯啊。多多少少啦，但是我觉得哦，我的腰已经最近好很多了，谢谢大家关心，这样。OK 吗？好，就是大概就今天就是这样咯，希望这个直播可以等一下有个100笔订单，代表你们是真的人。然后等一下记得去看一下想当我的笔盖吗，那个 slogan 是什么，想成为，不只是想成为笔盖，你不只是想要成为笔盖，还是想要成为笔盖。会不会这种乱叫，然后就突然人啊？人家会觉得我有毛病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家有人哦，他们只是没有讲话哦。3月15号的活动，好，有人问到这，我会在这边说吧。3月15号的活动呢，在一个大广场，然后有草地的一个地方。我现在我不能讲，那就是在一个里面有一个山的这个地方。然后那边有个广场，然后你们可以来看我，好吗 ？OK。有人说私讯不了客服，哎，他们有一个那个他们客服的那个 mail， 在。有吗 ？OK， 我客服信箱就是 FRESHO2， 然后小老鼠。然后 FRESHO2.com.tw 就是他们的客服，对，或是反正很多人有下单呢 ，OK 了吗？下单了吧？内地的朋友可能要就是用虾皮，是不是？就是你们要到。刷银联对，要刷银联卡的话，要到虾皮的网站去处理这个问题，这样子。这是什么？你猜什么了？那我说为什么要呛他们？他们有说啊，怎么没有啦？就是因为我的小宝贝，小宝贝是我的猫。然后反正就是你们现在看的朋友，就是15号寄的这个 G2K 的系列来看我，好吗？15号在我现在还不能讲，然后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，就是随时关注我的那个 LINE 群，就是如果不知道 LINE 群的话，就跟 LINE 群里面做朋友这样子，然后他就会因为 LINE 群我偶尔就会跟大家聊聊天，然后透露一下我像什么活动，像今天就是艾迪达的活动，然后很谢谢我的粉丝今天有来。然后今天有跟大家们合照，对，然后希望下次还可以跟你们见面这样子。15号可能会收到货吧，因为其实他们请问我们15号会收到货吗？小编，对，香港没有赖群，对，就比较麻烦，所以对，比两个星。还是这样，有没有比是比酱，刚是比酱有的吗？这样，啊，真的有哎，好的，快帮我截图，吧，好了，就这样了啦，好了，大家下次见喽。
再给你们看是镜子。期待你们跟我擦上一样的唇膏哦。大家晚安，拜拜。